好，欢迎千玺。那来到我们宝格丽香氛悦享盛典发布会的现场，首先千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千玺将会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那这将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感官体验。那能让我们听见香气的声音，看见情绪的色彩，是不是非常的值得大家期待一下？是的，可以期待一下。那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拭目以待了。那千玺，我们一起看一下，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刚刚重磅为大家推出的宝格丽香氛悦享盛典系列的新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五款非常特别色彩斑斓的女士香水和我们非常纯粹白色外包装的我们精纯香水而组成这一款新的系列。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它是由宝格丽香氛特别运用了创新工艺为大家制作的高纯度的香水。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喜好，任意和五款女士香水进行加成组合，来搭配出更多不同的可能，就像是为我们的气味做了乘法一样。这就是和我们本次的主题分秒加成更精益的含义所在，非常的契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嗅觉更富裕，具有层次，让情绪放大，能够拥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瓶身，它瓶身的设计呢是延续了宝格丽珠宝的设计理念，就像财宝一样绚烂。而宝格丽香氛品牌本身呢也是非常倡导减速理念，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悦享盛典系列采用的是透明玻璃的材质，我们可以看到瓶身更加的通透，而且它也会更加的环保。我们亲切的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财宝瓶。那千玺，你觉得这个昵称财宝瓶起的是不是非常的贴切？财宝瓶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心情非常的开心。而我们另一排非常具有质感的白色的我们的瓶身，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宝格丽香氛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精纯香水。那我们这一款精纯香水可以看到它表面上有非常精致精巧的我们的花纹在上面，所以我们的千玺看一下，它透过光会不会觉得它像白色的宝石一样？是的，我们会发现它和我们的财宝瓶相比，它颜色更加的单纯和纯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你有没有想法想给它起一个小小的昵称？这些叫财宝瓶的话，这个就叫百宝瓶吧。没错，它就叫百宝瓶。那其实呢，我们这一些百宝瓶它是非常纯粹的白色，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纯粹的白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是给人无限可能的感觉。没错，那千玺就说到重点了，它能够给人无限的这种想象。那其实呢，我们的百宝瓶就可以任意搭配我们的财宝瓶进行我们加成的体验，每一款的搭配呢都可以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属于你自己的香氛定制体验。那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大家现在一定非常的好奇，我们加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用一个特别的加成手势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好，那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拿起一个百宝瓶，我们再拿起一个财宝瓶。好，拿好了之后，拥有无限的 X， 就是拥有了无限的可能。千玺做得真棒。那千玺刚才也给大家来完成了这一个加成的动作，它就像一个 X 一样，一起解锁香氛加成的更多无限可能。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财宝瓶，那其实我们每一款财宝瓶它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也想给千玺还有我们镜头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一款粉色的财宝瓶它叫做甜美狂想，那我们这一瓶红色的财宝瓶呢它叫做花样恋曲，我们这一瓶蓝色的财宝瓶它叫做璀璨骄阳，那这一瓶橙色我们叫做微醺罗马，紫色的财宝瓶叫做梦幻派对。那千玺，我们听完了这些名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一个财宝瓶的名字就像给大家描述了不同的场景一样？是，听起来非常有画面感。不知道大家在一天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心情上的变化呢？那我们接下来也想邀请我们的千玺跟我们一起通过宝格丽香氛的不同的加成方式来开启一天的感官之旅，去感受宝格丽香氛所为你营造的不同的一天的情绪，在每时每刻我们能够领略什么样的场景。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天当中的清晨，
当你早上醒来看见阳光的时候，心情就会特别的好。那就像这一瓶我们粉色的财宝瓶一样，它的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愉悦快乐的。那我们这一瓶呢叫做甜美狂想，我们来给大家闻一下好不好？千玺也可以说出来我们这一瓶香水的味道的感受。我们可以用手。嗯嗯，千玺，你觉得我们甜美狂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给你的感受？很好闻，很好闻，很舒服。那它加成一下会怎么样的呢？千玺，我个人觉得麝香调的百宝瓶加成很好闻，因为麝香是非常的纯净清澈，它加成之后就会更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甜蜜而又美好。那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的麝香调。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那千玺，你可以感受一下，刚才单独闻我们这一瓶粉色的财宝瓶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加成了一下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很温暖，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很温暖。那我们屏幕面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肯定也想感受一下，让我们跟着千玺一起来感受温暖的味道吧。那宝格丽的麝香味能够有这么纯净，就是因为我们的麝香全部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而成，它呢就会表现得更加的纯粹。那千玺可不可以用我们加成的手势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两个？在我们的镜头前面，是不是已经感受到自己温暖的阳光的拥抱了？是不是好甜好暖？如果大家想要来切身体验一下的话，现在马上就关注宝格丽官方微信平台了解更多，并且呢在宝格丽天猫官方旗舰店进行购买。那经过了我们阳光纯粹温暖的清晨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温暖的午后。那如果我们想要来感受馥郁的玫瑰花香，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和心动的话，千玺，你觉得哪一款财宝瓶可以让人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红色的吧，选红色的。那我们红色的这一款呢叫做花样恋曲女士香水，馥郁的玫瑰花香味给人一种非常浪漫而又心动的感觉。哇，千玺真的是太会选了。那如果让你选一瓶百宝瓶来加成的话，那我们也给你两个选择，你是选择我们的百宝瓶跟财宝瓶味道相互和谐一点，还是喜欢它对比强烈一点？和谐一点的吧。和谐一点的，那我们推荐的是这一款玫瑰花香的精纯香水，因为它里面也是非常高纯度的玫瑰花香。那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它们两个加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感受加成的味道。你觉得闻到加成之后的我们的玫瑰香，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很有层次的玫瑰香。它是非常有层次的玫瑰香，所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是一种心动而且又幸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这两个玫瑰香加在一起，就像你所说的，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加成的搭配。玫瑰和玫瑰的加成，我们能够将花香的浪漫情绪能够为大家展现得淋漓尽致。好，那感受完了之后呢，千玺也是用加成的方式让大家来更多的体验一下吧。真的是非常美好又特别幸福的味道。那现在呢，如果你想切身体验的话，就赶紧关注宝格丽香氛官方微信了解更多，并且在宝格丽香氛天猫官方旗舰店进行购买。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来介绍我们这款蓝色的财宝瓶，它的名字呢叫做璀璨骄阳。那它的味道啊，就像沐浴着非常灿烂的阳光，就像你悠闲的在海边吹着海风，享受着一个无忧无虑的假期。好，那千玺，如果要你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款的百宝瓶来加成一下自己度假的情绪呢？同样的，也给你一个选择，好不好？那比如说佛手柑、香草，还有广藿香，你会选择哪一个香型来加成它？佛手柑吧。
哎，佛手柑它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味道，那加入了之后呢，它就会像有一阵海风吹来，那明艳的柑橘味呢也会让人感受到活力满满，就特别的惬意和放松。一说到这个味道，估计大家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海边感受一下了。那同样的，我们也来给千玺来闻一下我们这个加成后的味道。加成的喷香的方式就是有一个 X 的出现，加成的味道。闻到了这一组蓝色的彩宝瓶和我们柑橘香调的白宝瓶，你闻完了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像是在海边一样的感觉。好，那镜头前的各位也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一组加成的味道吧。那感受过海边的璀璨骄阳之后，转眼间我们的时间呢又来到了傍晚。那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这一款橙色。那这款橙色呢，它叫做微醺罗马。那光从外观上看，千玺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像是黄昏的颜色，这个颜色。没错，像黄昏一样。那当黄昏的时刻呢，我们将会有夕阳的阳光倾洒，这种感觉就非常的美好。而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特别的适合跟朋友一起能够放松一下，点一杯鸡尾酒，大家一起谈天说地，聊一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那等待着夜晚到来之时呢，我们如果要是想让自己的情绪更加饱满一点的话，那也推荐就在它旁边我们这一款香草型的百宝瓶进行我们加成一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沉醉在心眼无限好的美景当中。那同样的，再一次给千玺来闻一下我们这一次香草的百宝瓶和微醺罗马加成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让人很放松的感觉。哎，没错，它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所以这一组搭配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进行使用，因为我们就好像来到了罗马街头，和朋友相聚在一起，卸下了一天的负担。那我们接下来也请我们的易烊千玺带领大家一起去罗马的黄昏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夜晚，在这个时候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场 party 的狂欢，而紫色的梦幻派对彩宝瓶呢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肆意舞动的情绪，那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款。那我们先单独来闻一下梦幻派对的味道。千玺觉得梦幻派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单独闻彩宝瓶的话，很神秘，很浓郁。很神秘，很浓郁，是不是有一种感觉马上就进入到了狂欢的状态？那如果要是想要参加一场舞会的话，那千玺你会选择哪一款百宝瓶和我梦幻派对进行加成？应该就是这个广藿香调比较合适吧。就是广藿香调，因为广藿香调是一个木质味的。哎，这个搭配也挺特别的，那来给千玺来加成闻一下。好，我们来加成一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搭配，因为木质调的广藿香和这一款梦幻派对碰撞到一起之后，它又多了一丝优雅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千玺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这可真是一个迷人的味道，能够让我们尽情的去释放情绪。好的，非常感谢千玺为我们介绍了我们这一系列新品的每一组的加成。那感谢千玺呢，带我们大家体验了一场生动而又精彩的感官盛宴，让我们感受到宝格丽韵享盛典系列的每一款产品的情绪。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细细的品味每分每秒的感受，尽情来享受每一刻的心情。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易烊千玺，那最后跟我们大家 say bye bye 吧。谢谢大家，拜拜。
千玺的分享之